不是这么着急叫我出来，我这上班呢。我哥要见见你。他就哥要见我怎么这么突然？我想了很久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不是哦啊，上次分手第二天就好了，你告诉我这回几天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家里给我安排一个男生，他条件挺好的，父母对他很满意。不是，什么？你那你呢？你自己满意吗？我没有什么好不满意的呀，他对我挺好的，而且我再也不用因为你跟我爸吵架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下次就结婚。你现在带我去见你哥。大哥，听悠悠说您找我。大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是你学一辆，没有办法见面。大哥，我知道配不上悠悠，但是我真心喜欢他。真心，你的真心可以让他衣食无忧。大哥，我现在是没钱，但不代表我以后没有啊。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，我会努力的，以后不让他吃苦啊。不是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我三千。多久才能？可是悠悠说他不介意跟我坐地铁啊。他不介意是因为他傻，我不傻，我是他哥，你明白吗？我本来呢，悠悠的住条饼跟普通人过一辈子，我就算了。但是我不能这么看着他堕落下去，家里对他期望很大，我也希望。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我别叫大哥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与其让他跟你受苦，不如现在断了吧。我俩段位不一样，你能明白吗？今天呢，我就来救这个坏人，选一辆吧。我安排人带你去办手续的，这样的话，我大哥，你听我说，这些我还给你，我不会纠缠他的，你就当做我给他的订婚礼物吧。去他妈的爱情！我再相信爱情，我是狗。哎。谁啊？怎么会这么多？